所以这次以来也已经完全没有联系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跟我老婆其实也都祝福着她，在未来事业也可以顺利，然后也希望她未来的感情路也有一个好的归宿。可是可能说话不像一般的好朋友一样说的那么的深聊，但是我们彼此真的是互相相处的。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浩子在这段期间，这样的鼓励跟帮忙，站在同一阵线上，还有谢谢浩妈，甚至还约了浩子一起吃饭，是真的假的？知不知道？就之前也有一起，大家就是一起吃个饭这样。你以前也没有啊？以前但当然比较少，很久。十年有过一次吗？因为你们俩几乎吃掉不联络了嘛。就是比较鲜少联络，就是在工作上。对，那就是非常谢谢浩子，好，谢谢。都努力的在调试，这我刚说这几个月都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的心情，然后因为要回来工作会紧张，但也必须想要放松，但是也必须谨慎。那当然想说，站上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慢慢的融入大家。不一样，有差别。就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想象说，明天要上班了，我可能可以做些什么，做些什么。但事实上站上来站在瓜哥旁边，或者是前两天跟浩子一起，那每一个节奏跟每一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，不一样。对对对，角色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。但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本分做，是真的非常谢谢所有观众朋友支持浩小祥起，支持阿翔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刚刚我看到你在拜拜的时候嘴巴念念有词很久，到底在念什么？跟神明在讲什么？从大集合录影到现在，每一次的录影开录前的拜拜，我都会跟神明说什么，都会，不是这一次而已。对。那我每一次讲的都是希望家里的成员身体健康，小朋友平安健康长大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谢谢大家。OK 了，谢谢好。家人、家庭。谢谢所有的媒体大哥大姐们今天来到台中，好，谢谢大家关心。那么首先先谢谢我的经纪公司安排我今天上班，再来要感谢明星电视台没有放弃阿翔，还要感谢一直支持的号角响起的粉丝朋友们，一直关心号角响起的朋友们，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关注。这段期间，我在家里面陪伴着老婆小孩，感受热闹氛围的暑假。家人、家庭、老婆，就是我，就是我的全部。虽然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但这一阵子。除了工作之外，除了工作之外。
所有的器型都以家庭为主，老婆为主，我尊重着我对生爱的老婆，然后也没有再有任何联系的必要，这样。我刚说轻松的时候，那就是在轻松的时候，然后真正的面对。那可以稍微你要注意一下现在家里家跟家人彼此互动的状况，简短的你要注意一下现在跟家人彼此互动状况。因为这段期间我都在家里面陪伴着家人，那我陪伴老婆，那老婆做什么事情我都跟随在旁边，当然我们也一起陪伴着小孩，那我也安排了家庭的旅游去冲绳玩一个礼拜，然后让小朋友过得开开心心的暑假。我跟老婆都非常努力的朝着幸福的家庭迈进，谢谢大家。现在最重要的依旧是以家庭跟老婆为主，那工作量所有的工作安排交由经纪公司来处理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必须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每一个部分，一步不需要一开始太多的工作，跟老婆都很努力的朝着幸福的家庭来迈进，都一直都很努力。小朋友他们过了一个开心的暑假，因为八月初我带着一家五口到冲绳去，小朋友玩得很开心。你今天上班，就是隔两个月在上班。心情其实是有所期待，但老实说也带点紧张，想要放松，但必须得谨慎地面对任何一个人事、任何一个角度的节目里面内容。我们做好自己应该做的。